非常的有限哈，我们的限制让我们很却步，我们不敢踏出那么一步。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要靠着神，神与我们同在。当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那个信心的建立，我们就勇敢可以往前行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今天的金句朗读。那在华语的部分，我们一起来念哈。来，开始。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那台语的是，我们请丽华姐来带领我们。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对基甸显现，对基甸显现，对伊讲，对伊讲，大贵人的勇士啊！大贵大的勇士啊！耶和华甲你伫地，耶和华甲你伫地。那英文的部分，我们请玉婷。When the angel of the Lord, when the angel of the Lord appeared to Gideon, appeared to Gideon, he said, the Lord is with you, the Lord is with you, mighty warrior.My warrior.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今天的奉献。祝福看顾每一位你所爱的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